男人暗恋你的五大信号，别害羞了，发现两个果断表白。一，总是盯着你看，说起来感觉可能有点猥琐，但其实是因为男人心里都是你，所以对你的目光完全离不开。那些躲闪的男人大部分是因为害羞，一个总是注视着你的男人对你肯定有想法。二，故意靠近你，总是找任何理由出现在你的身边，然后厚着脸皮和你搭讪，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觉得很感兴趣。他之所以这样，是早就对你关注了，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出现在你的身边。三，吃饭的时候和你坐在一起，这么一个小动作就完全可以看出他其实很想追你。男女在一起吃饭很容易被人误会，他这样做其实已经向其他人表达态度了。四，对你提出约会，他会试探性的对你提出约会，很明显他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如果你不同意他也不会气馁，会一直坚持直到和你在一起为止。五，你看他时他会有点不自然，他表现得有些害羞很不自然，其实内心特别高兴，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，他往往第一时间无法面对。对于心爱的女人，男人是很羞涩的，